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作品，是完美的虚拟，却又极度的真实，是超越极限的刺激，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世界。这就是十九层。它是由无数个惊险刺激的关卡构成的无限流游戏，所有的玩家在统一的规则下闯关。 非常公平，非常自由。各位同仁，我们的十九层一定会成为历史。在创造历史的人面前，那些碌碌无为的普通人，只能作为他成功之路上的背景板。所以，在你的成就之路上，我跟我妈妈就只是背景板，是吧？ 我问你啊，你记不记得我们还在北安的时候，你下班回来，我妈，她给你做的最爱喝的乌鸡汤，你也给她带了一束花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时间过得太久了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记得。 因为就是那天，你说了你签约成功的事情，也就是那天，你说我们要搬家，你还说，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真的看到你眼睛里有喜悦，我当时真的以为，你是对我们一家人的未来充满期待。 但你只是对你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，没有我们，对吧？春雨，你还小，有些事情你不明白。对于我妈妈的死，你就没有一点惭愧吗？都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但在我这儿，它过不去。不要纠结于过去。你是我春一鸣的女儿。 你不是那些凡夫俗子，我费尽心思让你进到游戏，不就是希望你最早通关，成为新世界的第一个英雄吗？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真正理解我；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延续我创下的伟业。陈一鸣，你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再听你这些胡言乱语。对于你的什么丰功伟业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 我这辈子都不会成为像你这样的人。时间到了，你的伙伴们已经进来了，你现在只能继续向前。 春雨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知道什么呀？马佐里尼是谁？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？你说呀。春雨，我去看看。 你俩什么情况？陈云，腿好点了吗？没事，我歇一下就好。 你和那个高璇到底怎么了？跟他没关系。那是什么？
叔，嗯，我问你个问题呗。嗯。你说你会为了自己完全不管自己的女儿吗？嗯，没有女儿之前也许会，但现在我是常年在外边打工，很少回家，在我女儿看来，我只是为了挣钱省钱，可实际上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。算了，情况不一样。其实都一样。父亲为了女儿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。也许这个父亲只是不善于沟通，而女儿也因为一些原因误解了父亲吧。我觉得没什么误解，反而我越了解他，我就哎，老高，我跟你说啊，有时候人与人相处呢，还是需要空间的，总要学会退让嘛。懂什么呀？不知道情况就别乱说。我就关心一下。春雨，你怎么了？春雨，人呢？对啊，刚刚听声音明明不远的，过来又没有看到人。春雨，那边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们怎么还没跟过来啊？我回去看看吧。啊，来，我扶你。没事。啊？没事。啊。老高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还能干嘛？游戏就要开始了。可是，这么黑黢黢的，怎么开始啊？可能这就是一个要在黑暗中进行的游戏吧。那这我们也进了半天了，也完全没有动静啊。他们人呢？也许在那边吧。我过去看看。嗯。老高，到底要干嘛？快用你的最强大脑想一想啊！可能在等。可是在等什么呢？在等一个开始的契机。游戏开始了。
话。小琴，文雅。怎么了，老高？这个镜子有什么蹊跷吗？这是一个单面镜，对面应该还有一个房间。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。我们看不到对面，但是对面应该可以看到我们。那不就跟那个看守所里审讯犯人的监控室一样吗？没错。可是谁会在对面呢？这还用说吗？肯定是严明亮。不一定是他。平时他都在系统外面监控，没必要非得进来。也不一定啊，像他这样的变态，说不定他就喜欢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。哎，别说，是毒气吗？应该不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感觉有点冷啊？好像是有点冷。哦，这是冷气吧？这是温度计吗？是冷气。他们的房间好像在降温，没有反应啊。天哪，这不行，这也太冷了。这不行，这是有点太冷了，这个。得赶紧想办法救他们，秘书。要不我抱抱你吧，啊，这样能不那么冷吗？老板，啊，如果说这是游戏，那游戏里所有的空间都是提供给玩家的，那这个游戏的玩家不就只有我们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对面的人是春雨和老林？你究竟是谁？如果他们俩在里面迟迟不给我们回应，有可能他们那边比我们这边更糟。你把他们放了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你说对了，这一关就是冲你来的。想要通关救他们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把上一轮没做的事情做完，说说你们心里所想，你们最恨的究竟是谁？就这么简单？对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。来吧，说说吧。
行不行？春雨会来救我们的吧？会的吧。都别说，之后再说。我怕以后就没机会了。不会，春雨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。是吧？一定会的。快说吧。谁招惹了你？谁给你造成了心理阴影？谁是你对他好，他却对你不好？谁是你爱他，他却伤害了你？谁让你深恶痛绝？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？怎么会说不出口呢？一直让我们去说恨的人，这有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规则是这里的第一要义，该走的流程你们必须走完。既然是我俩不守规则，你就直接惩罚我们，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。没办法，这是规则。啊，你们两个不要磨蹭了，再拖下去，他们就真的不行。不是这样的，其实规则在你心里根本就不重要，对吗？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春雨，你别听他的。我当然是为了你，因为你必须斩断这一切。什么恨不恨都不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做最优秀的自己。春雨，你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才华？你这样报复我有什么意义吗？不就是你妈妈死了吗？不就是那天我有事没去参加你的生日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死死揪住她不放？我告诉你，什么爱恨喜乐都是浮云，你必须斩断他们，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只有这样，你才可以顺利通过十九层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过好一生。当年我吃了多少亏，我才知道这些道理。我现在就是想让你少走弯路。你怎么就不懂呢，春雨？在你心里，只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人都无所谓，是吗？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？还有什么比自己更重要的？你的朋友呢？你的家人呢？那些对你好、爱你的人呢？他们都不重要吗？春雨，他并不是你。知不知道？车祸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什么失言？你不是答应过我无论如何都会来的吗？
是，你的事情都很重要，孩子不重要，我对你来说就更不重要了，是吗？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春雨，你爸爸现在只有你，你要好好爱他。他在最后一刻都还在帮你说话，替你着想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呀？他那么爱你，为你付出了一切，而你呢？你觉得他在你心里重要吗？”好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。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父亲，但我宁愿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最恨的人就是这个人，我的父亲陈一鸣。好，那么你呢？你最恨的人是谁？恭喜各位，游戏通关。
让他走。春雨，春雨，你还好吧？你想说什么？对于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但我没办法。春老师想要创造的世界也是我的梦想，为此我投入大量的资金、精力和时间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我知道你有所抵触，但是如果你真正理解了他，你会认同他。对不起，我没法理解，也不会认同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春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需要一起完成一个伟大的项目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不会帮你们的。春雨，你在哪儿？不行，我今天必须得说，你让我说出口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说吧。小琴，其实我想说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，杨万万。就算你在我梦里，还是这么怂。这是你跟杨八万合伙干的吧？哎呀，真是的，什么都瞒不过我的亲女神。不过，不算合伙，顶多算是共犯吧。昨天客厅休息的时候，杨八万。他走了，我跟你聊一下。杨八万把我叫到走廊上，我咋觉得你们俩今天怪怪的呀？发生啥事儿啊？哎，没啥。哎呀，快点说呀，我帮你想办法呢。一个劲儿的求我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小琴养了一盆绿色曼陀罗？
不知道。那玩意儿吧，就一直没发芽。那没发芽，他怎么知道是绿色的呢？哎，你别打岔嘛。他一直说，等发芽了就一切都好了。结果昨天，我看见他用一壶开水浇在那个花盆里。啊？可谁知道，到了晚上10:50都快熄灯的时候，突然我就收到条短信。哎呀，来，怎么啦？哎呀，帮我个忙。什么？哎呀，可以啊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就是这么个事儿，我也是卑鄙无奈的，不要怪我嘛。卑鄙无奈，这恐怕都是你帮他策划的吧？我没有，这都是他自己想的。你都不知道，小新，昨天杨八万逛了好几个花鸟虫鱼市场，几十上百个绿植店，才好不容易找到一株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我骗你的话，我是小狗。这根本就不是绿色曼陀罗，就是一盆普通的绿萝。啊！他看到花盆了。但他说那不是绿色曼陀罗，而是绿萝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怪我，这做事太不仔细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啊？有。快说快说。坐等 ，barbecue。你把那纸真 barbecue 了。杨八万，啊，哎，哎，小新，啊，哎，我这我早上还有课，我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小新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绿萝，不是绿色曼陀罗，你给我再给你换一个好不好？他是什么病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希望的种子在我心里已经发芽了。啊！你是说？啊，小金，你要不要先坐？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啊，来。林叔怎么不在？啊，我早上也问了，隔壁窗口阿姨说她今天请假了，今天就不过来了。可是春雨也没在宿舍，春雨跟林叔是不是在游戏里面受到什么刺激了？对啊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的游戏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？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知道，但总感觉他在挖掘我们内心深处的秘密。
我们好好聊聊吧。为了孩子。心中的远方，该选曲终将在时空。